Hello， 大家好，細細嚟咗美國 California 依一個咧叫 Claremont 嘅地方。咁呢個地方咧，而家我身處咧係一個叫做 Pilgrim Place。咁呢個地方其實咧係一個叫 United Church 嘅教會建立嘅一個社區。在这个社区呢，主要呢是照顾一些长者啦，或者一些需要照顾的人呢，他们就可以住在这个社区里面得到一定的照顾。那这个概念呢，就当然跟我们的老人家很渴望啦。如果香港老人家可以一个，你可以看看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，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小屋，又有人可以照顾他们。咁我同大家稍微行一行，去睇下依一個地方有咩特別。咁啱啱吸引到我視線咧，係因為我見到嗰度咧係有一個彩虹旗。咁依啲彩虹旗咧就話俾我哋聽係啦，佢對性小眾，佢對一啲嘅小眾係表達關懷嘅。咁我哋行下喺條街度。咁呢度環境好靚，周圍都有好多嘅樹，有好多草地，同埋咧呢度定時咧，佢哋就會有唔同嘅長者或者佢哋喺度住嘅人咧，佢哋會製造一啲嘅藝術品。咁佢哋好似話定期咧就會集合埋一齊，就會賣咗嗰啲錢咧，就會俾翻依一個社區去照顧一啲經濟好有困難嗰啲人嘅。咁我見到依一度有一幅係好靚嘅，好似係玻璃畫。我哋埋去睇下。係啊，哇！大家可以轉你嘅 3D 眼鏡睇下依一度，有一幅好靚嘅，一幅嘅玻璃，好似屏風咁樣。大家睇下呢個角度有佢嘅靚，另一個角度我哋又睇下另一邊，呢邊望落仲靚，陽光喺嗰邊照過嚟，好靚。等我控埋嚟睇下先，係啦，好靚啊！咁我嘅朋友喺嗰邊，佢哋遇到啦，咁我慢慢行翻過去。咁呢度係入口嘅一條街，咁大家見到佢哋住嘅呢啲小屋係好靚、好舒服，而佢啲花園好靚。大家望下呢度啲天空好藍，花園好靚。好舒服，好寧靜。長者能夠喺呢度退休，喺度生活，真係好舒服。咁好，我就先將我嘅錄影停喺呢度先，睇下陣間會唔會再錄多少少俾大家睇下。See you later。